下面请您欣赏八马褂，表演者郭德纲、于谦、闫云达。谢谢啊，嗯，来送花来晚了啊，去接过来，快去，哦，哎，真好，哦，爱他啊，杨老大，爱谁？爱我呀，啊，嗯，哎，说什么呢？他要给我生个孙子，姑娘，你真要强，啊，你是生一个猴子啊，去外边去去，嗯。明天是不是就端午节了？对，明天端午，这中国的传统节日。嗯，五月端我节。对，端你干嘛呀？端你啊？端午啊，端午节啊。嗯，吃粽子。嗯，这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是，今天晚上在北展这儿，德云社相声专场。嗯，有一人说，有俩人说，有仨人说的群口相声。这回三个人。嗯，观众看这个人有点纳闷。嗯，但是刚才喊那几声是他的粉丝啊，都从他来的。我得着重介绍一下。嗯。因为我这个人呢，收了不少的徒弟。哦，我们这行这样，为什么要收徒弟呢？嗯，替祖师爷传道。对，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这是老师，这是老说法了啊。嗯，收了好些徒弟，但是所有徒弟里边，第一个拜我的，嗯，就是他，那叫大师哥，这是我的开门大弟子。嗯，他负责开门的。1994年，啊，我在天津，也没地儿说相声去。哦，因为那个年头说相声实在的不挣钱。搭班唱戏，在唱戏的那个班里边，有一个人是唱花脸的，跟他的父亲是朋友，嗯，介绍了他拜我为师，就在他们家吃了一顿饭。那会儿他才十几岁，嗯，这么一小孩，正经的跪在地上磕了仨头，管我叫师父。哦，这是1994年，有仪式啊。后来我就浪迹江湖，闯荡北京，嗯，自身难保。他们家有拆迁，这当家得有十多年，就谁也找不着谁，鸟无音信。一直到后来，这孩子到北京来，嗯，又找到后台，这才见着我。嗯，本名叫严宗海，小名叫亮亮，嗯，艺名严云达。哎，云字科大师哥，云字科的大师哥，嗯，只要是我徒弟啊，德云社带云字的，嗯，他是头一个。哦，所以今天很难得，我们老哥俩带着严云达。严云达在舞台上表现呢很有特点。什么特点呢？你比如说，他们形容岳云鹏在台上，嗯，是便宜。哦，便宜。哎，我们今天开场的那段，张鹤伦我徒弟，嗯，他们说的是风骚。啊，你瞧，都有特色。我大徒弟就跟他们不一样了。他呢，猥琐。哎嗨，哎，这黄二郎下套。哎，这就来了啊。嗯，所以说今天呢很难得。嗯，我们爷仨站在一起，你要好好的演。哎，尤其是你谦大爷，怎么在艺术方面是有洁癖的人。哦，嗨，哎，而且他疼人，是吗？愿意跟孩子们一块儿说相声。我喜欢孩子。哎，努力啊。哎。嗯，今天呢，能跟我师父还有我谦大爷一块说相声，心里特别的忐忑啊，也比较紧张，当然了也非常的高兴哦。啊，跟我师父，然后我们学习相声，各位说，嗯，要死这是，你要说什么？真紧张啊！我跟别人说相声，我向来没紧张过，但是跟我师父要跟谦大爷，砰砰的，我们俩是心脏起搏器，哎对。知道呢，啊，我当初我们学演艺的时候非常的这个艰苦，嗯，真的各位我都不愿意提起来。哎呀哎呀哎呀，不是你师傅不给宝吃是怎么着？心酸血泪史，各位还得有话，啊，我们当初都经历过学艺潜规则呀。嚯，什么话爆料啊，这去拉倒吧。大伙儿都知道有句老话吗？什么，啊，要想学得会先跟师傅睡呀，啊，这是有点猥琐哈，我也是吃过见过的人啊。我师傅100多徒弟了，嗯，好，满墙子都是牌啊。对，那就看翻谁牌了。今儿岳云鹏、哎，霍元龙、栾云平、闫云达，看着不要。哎，后来知道我岳云鹏作弊，知道吗？臭不要脸，你知道吗？岳云鹏，我得意这一款的啊。这回知道为什么欢乐喜剧他拿第一了吧？我们黑幕是认真的。
今天终于能翻我的牌了。翻错了，那面上写的是岳云鹏。啊，今天能跟大爷还有我师傅在一块说呢，非常的心里非常忐忑和紧张。没事，孩子、啊。当然，我也非常羡慕他们老两口子。哦，嗯、这叫什么话呀、啊？哪儿老两口子、啊？相声皇上，相声皇后嘛。两个人呢，台上好搭档，台下好朋友。哎，台上台下就这么好。嗯，真的，俩人好到什么程度呢？什么？一灶之交。孩子，你原谅我没念过书啊。一灶之交是怎么？一块肥皂的交情。你大爷就是那么肉头，我说他猥琐，他这就来了啊！胡说八道，嗯，没有没有没有，当然了，大爷没捡起来，嗯，因为地上没有肥皂，他光跟这儿毛着腰来着。大爷后来因为这个唱领悟嘛，嗯，啊，多么痛的领悟，这都是你教的呀，我不会、啊。啊，今天呢，那感谢师傅能给我这么一个展示的机会。你老客气啊！啊，那我有小小才艺，就展示一下。哦，你还要展示一下？啊啊啊！哦，好，拿肥皂让你大爷捡吧。啊不，还哪儿？咱别胡说八道。扔孩子要展示才艺、啊，你是说呀，还是唱啊？就唱一个吧。哦，你会唱哈？啊，当然了，跟我师傅没法比。哎、我师傅精平帮曲，无一不精、哎，无一不通。大点声。嗯，大点声。我师父无一不精，可以了，可以了，可以，我怕后边听不见。嗯嗯、当然了，那个我师父当然也有欠缺的地方。哦，我还有欠缺的地方。歌曲方面您就欠缺一点。哦，这个术业有专攻。对，嗯、当然了，我谦儿大爷这方面就特别的优秀。他长在歌厅啊，我在那儿长大的。嗯啊，人家那个唱歌唱的特别的好。对，哎，摇滚。嗯，哎，唱的那个叫《假行僧》啊，有这么一段。当然了，他唱的好归唱的好，你知道吗？但是里面唱的不全，是删减版。哦，您唱的是删减版。哦，这还有没删减版的？哎，应该全部的是《假行僧》，小宝贝儿。我都没听说过这个。哎，孩子，你说的有点牙碜，是不是啊？《假行僧》，小宝贝。那你唱两句听听吧。你来这。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期待着你的回来，我的小宝贝。假如你看我有点累，就请你给我倒碗水，期待着你的拥抱，我的小宝贝。假如你已经看上了我，就请你吻我的嘴，小宝贝。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这一唱怎么全是上句啊？我听着、啊、感觉您唱的是善减版。嗨，您就别倒字了。哦，嗯，他能唱歌啊？不怎么样。歌曲我也有一定的研究。是啊，您再剪一别的、给大伙儿唱一个那个 Small Apple。 这是一个什么方言的东西？小苹果，当然了，小苹果现在都已经那个臭扁街了，都改成广场舞了、哎、啊！我唱一个另类版本的，好呀！啊，咱们唱一个那个东北一个小牌子曲，叫《春歌上宫调》，我们听过。哎，拿这调唱小苹果的词儿，各位你听吧，怎么听怎么欠。哦，好，你这是聊闲呢啊！来吧，听给大伙儿欠一个。嗯。你是我的小苹果，怎么爱你不嫌多呀，红红小脸暖心窝窝的哥们儿啊，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您要徒弟吗？把这弄走吧。哎，这算了，没有在这儿倒门的。唱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啊。啊，改良版本是有点欠、啊、当然我们有更高大上的。你呀、啊，你拉倒了吧。我们怎么不信呢？我听这俩我就要吐了。英文歌曲，你再说一遍。英文歌曲。嘴里有袜子对吗？英文歌曲呀。什么？哎，叫 My Sister。 Yeah。 什么呀，你就跟着我先答应着啊。什么？他说什么呢？这 My Sister， 救命。我都没快唱。你恍然大悟啊。快唱、哦、哎，唱完好死去。来吧。来啊，来吧。奶妹奶妹 beautiful 妹妹，奶妹奶妹 red flower， 奶妹奶妹卡哇伊妹妹，奶妹奶妹 in my hand。
我很感慨。是吗？唱你妹啊！挺好，挺好。不管怎么说，孩子唱这三段我都不会。哦，你这个唱就好像猪八戒啃砂锅一样。这是你脆上了，可不管我们牙碜不牙碜。我觉得还可以。不是，哎呀，你这个，要不你就把他那排名往后挪挪吧。不是，这多丢人现眼呢，给你。哎，还行吧，倒是啊。什么意思？相声皇后？大爷不爱听。别老提这个，你这什么玩意儿，爷们儿？你这你皇后啊？哦。我没想到，你没想到，没想到，我师父今儿捧我，你在那左一句右一句的，你贬低我，你踩我，哎呀，你跺什么脚啊？你这，我感到很愤怒。哎呀，要死！我怎么就没瞧出这愤怒劲儿来呀？你这，跟你大爷得客气点啊！不是你这什么三段，你这唱什么，我们都不知道。这挺好，挺好，挺好啊！什么叫挺好？挺好，你捧捧孩子，挺好。哪儿我就捧捧孩子，嘿，你看他来劲儿来，你看看，你不了解我，一唱一脑袋卷，长得跟泰迪似的。哎，我说的，您别着急，我说的，不是你得说的。闫云达，你可这就不对了，你不能看人家长得像什么就说人是什么呀？去，什么叫像什么就说什么？我批评他了啊！你这是批评他，你还咬我呀？是怎么着啊？不是咬你，师傅，你快离他远点。怎么了？不是你看看他不光长得像泰迪，你看一脸的褶，大腮帮子，跟沙皮似的。哎，沙皮和泰迪，泰迪是不像，沙皮像沙皮似的。我说你们娘俩没有这样，你让孩子开心开心。不是他光开心，这儿还好几千观众，他们也很开心，真的啊，真的，他们是看出病的，不怕病大。哎，就是看热闹来的，是吗？对对对对，那咱丢不起这人呢。让各位你们说这长得像不像？全票通过，得了，您厚道点行吗？你这 您就认了得了，我哪儿我就认了呀？嗯、你这挺好，挺好，挺好啊！我善于鼓励孩子，您得向我学，啊，哦，哎、我最善于疼孩子们了。嚯、哦，这、嗯、你顺着我师傅说怎么了、哎？这是的，我凭什么顺着你师傅？就是一个捧哏的嘛，这是臭不要脸！哎，什么话？哎嗨。有什么了不起的？真是的，说话你明儿要不在了，我给我师傅捧哏。不是，这是他包场，你看见了吗？他这带着粉丝来的啊，对他花了钱了、嗯，买了半场票啊。好家伙，得了，孩子这跟您玩，嗯、这就孝顺您呐，别往心里去。这是孝顺吗？我是这么认为的啊。哇，嗯嗯，挺好，挺好啊。哦，挺好。那怎么着？那我扔一个。哎，别别别，挺好。你大爷有点不开心，说话注意点啊。其实他不开心怎么了？嗯、他不开心就这么说我。您给我创造的这个平台容易吗？啊，真是你大伙儿花好几千块钱就为看他说我来。不是，那你打算怎么着呀？我打算要不行，是我这机会我不要了。哎，你哎，我颠儿，我颠儿，你们俩说，我不说了，知道吗？哎、这机会我不要了。你不能这样，你干嘛去，孩子？你不要你干嘛去？你要怎么着？你要怎么着？你不要，你上哪儿去？走？什么叫走？上哪儿去？我退出。我的儿，他们都快饿死了，你没看出来吗？我就退出一天，那就叫下三滥，这叫什么脾气呀、啊？你这是还退出一天啊？不是你退出你演，你们演，你们演，你先等一会儿，我一会儿我就走，不是知道我走，我就不演了，不演了。不是，你是打算退出了？是吗？退出了，我不演了。怎么着？不演了？打这儿起就不演出了？嘿，不演了？离开德云社？离开了？怎么着吧？就不再来了？不再来了？说话算数。嗯呢？好吧，把这给我脱下。哎哎，干嘛？干嘛？还不这？哎，不要不要！这个不，您起来，不是您这么大人，你跟孩子玩这个游戏，你这是？这是游戏吗？这你干嘛呀？你推我们孩子一跟头，你知道吗？谁推谁？干嘛呀？我还是个孩子，我也没把你怎么着啊？你还打算把他怎么着啊？不是，才几点就脱衣服？几点不能脱？来，进来。你我师傅翻牌还得看看点呢。你住口吧，你住口吧。少来这套，你不是要开完要走？师哥，您瞧我了啊，走就走吧，啊，也不差这一个呀。我知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走了穿红的，来了戴绿帽子，哎，是不是？这嗨，他走他了，你拦着他干嘛呀？他走跟我没关系。是啊，我让他把那马褂给我脱下来。不是，马褂是我的。
你看看，你看那脖领子，你看像他的吗？这衣服？我说的那么憨呢啊！我还纳闷，您等会儿我给您问问啊。你问问去吧。燕云达，那师傅，你是要走吗？对呀、啊。好极了，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你去哪儿我不拦着。嗯。问你一件事情，这个马褂是谁的？穿我身上了。废话，没问你那。穿我身上了。穿你身上就是你的呀。啊，对呀、啊。那屎拽脸上还是你啐出来的呢？这话说的对。我这教育孩子，你别瞎掺和啊！好吧，嗯，这马褂是谁的？泰迪的。哎哎，不是，咱有话好好说话行吗？你这泰迪，你怎么知道就是我？我看他喊完之后，你还点了下头。谁点头？我以为认可了哈。这马褂是您的啊？我的，你问问呀、啊。他承认，他承认，还给他。不。来，他说不，不完了，那就得了呗。什么呀？我的凭什么不还我呀？不是人家的，凭什么不还人家？我不白穿呢。啊，你给我利息是吗？你每年给我利息是吗？我疯了，借衣服给你钱，我疯了，疯了。你瞧他还挺有理这事儿，你，哎，我觉得我们孩子占理儿啊哈。占什么理啊？不，你不白穿这有什么好处啊？对他有好处。说来我听听。当然了，我那天啊，师傅，我那天去我大爷家了啊。哎，我大爷没在家。我在了没有？有你什么事的？我没，还没说到我大娘了。哦、我也是贼人胆虚。嗯、过去啪啪啪一打门呢、嗯，哎，我大娘就出来了。哦，哎，我大娘呢长得相当漂亮。那用你说去？你这美什么呀你？那是。老漂亮了，那长得 very very beautiful。嗯，女同志不单长得好，皮肤还好。嗯、真的，我不是说啊，当着大家，我替我大爷吹、嗯。真的，我大娘皮肤那个手感，哦。去。哎，他也是听我说的。你们爷俩有意思吗？这个有传授，有传授。说这马褂，来，快接着说。快，就是说呀，大娘出来了，哟、哎，我当是谁呢？不客气。原来是云达呀、嗯嗯、快进来吧进来吧嘿嘿你瞧我媳妇这身段、嗯、不是大娘我先问问我师父在吗、啊、没有他什么事哪天没在哪天没在哪天没在打算接师父去的、哎、啊我说大娘那个我师父在吗啊他没在、嗯、然后那个我亲儿大爷在不了也没在我是借大褂去的是、啊、哎录真人秀哦哦、嗯、这活您给应的您忘了是是是是有这事儿哈有这么个缺德真人秀穿这个玩意儿、啊、对真人秀明清啊哎呀呵哎，我说大娘，不是清明啊，明清、哦，我借这大褂来的啊，借这马褂来的啊。哦，你借马褂啊？啊，借马褂，当然这不是什么大事儿。对，但是呢，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有要求就好办呐。虽然说我的身体不如我师父吧，但是我会加油、哦。去，说这马褂，马褂呢？就是说我大娘就说了。你得帮我一个忙，你经常性的跟你大爷在一起，是、嗯、你大爷呢说话招三不招两，天上一脚地下一脚、嗯，回头让旁边人问住了，弄他一个大红脸，不好看。哎，他在外面不发火，回家拿我们撒火。嗯、你说我们这寡妇失业的招谁了？他是寡妇，像话？怎么说哪儿他就寡妇了？哪儿是寡妇？还有我呢？啊，没你，你老往里掺和什么？没，我听着寡妇心疼的疼。嗯。我说这没关系呀、啊，啊，这我穿着那大褂了、啊，对不对？我有这事儿，我往圆圈了给他说，省得他丢脸。穿这马褂对他有好处。您听见了吗？我听见。您在外边说话云山雾罩，天上一脚，地上一脚，让人问住脸。你想你谁胡说？孩子，谁云山雾罩啊？你听他的干嘛？确实，这么说吧，哪儿就一说，你听他满嘴跑车，你听他的，你先等会儿，你等。不是您哎，不是，别动手啊，俩人啊。不动手，我问你，不你这踏实住了。你还走不走？考虑再待会儿。你要走，你现在走，把马褂给我脱下来。你要不走，你好好说话，好好聊天啊。那你要不脱我这马褂，我就可以再待会儿。那你就好好待着。行，待着。那我就穿再穿着。哎，穿着吧，那就。行，别走啊！别走，走你就给我脱下来啊！你看都弄个油点儿。哎，行了，你这孩子啊，就云山雾罩。我说话云山雾罩。
这么一说嘛，不是一说，这孩子说话嘴里就没把门了。你还跟他上令吗？不是上令，这孩子就借个马褂没关系，不叫事儿。我在我来讲，你说咱干这个的，对，我这马褂我好几十万件，你也是浪风抽的，知道吗？你弄好几十万件干嘛用啊？有钱啊，不在乎，换着花样，换着款式，我穿啊。哎，开心。你借他一件，我不算啊，是不叫事儿啊？就是马褂嘛，咱家里这钱，咱还在乎这么一马褂？那倒是，对吗？切，你说，甭说马褂，房、车，哪儿没有？度假别墅、外地海景房。挥金似土啊！对，那是花钱不在乎。是是是是，对不对啊？嗯，那个，这不是前两天吗？啊，我刚在那个发射火箭那地方，酒泉，甘肃，甘肃。哦啊，我买一个别墅。啊，蹭蹭蹭发射火箭那个地儿，我就为看那个，好看啊！我离那发射塔越来越近，越近越好啊！您买了一套刺景房啊？什么叫刺景房啊？我等着看井喷呢，是怎么着？我就在那儿，我看我那个地安静没人，我喜欢静，你不知道吗？喜欢静上那儿住去，静安静，你就不怕那边平着下来吗？你打窜天猴呢，平着下来？你就太有钱了，你不至于，那地方没人，清静。嗯，买大宅子，嗯，盖大院子。哎呀，哎呀，这就是安静，享受啊，真的。你到那你就没事找我玩去啊，各位啊，对对对，真的啊，都能住下啊，对，去了就有事了。哎，安静。嗯，那晚上全是星星。哎呀，这有一地方不好，风大。那可不配，你想那大戈壁滩也没有什么的，哎呦，没有挡头，刮风。前天我刚从那儿回来。哦，刚回来。嗯，头两天刮风，哎呀，咣当咣当。哎，我院里有口井。哦，自己打井。打井吃那个新鲜的那水啊。也是，那儿没法接自来水、啊。您就知道风有多大了。嗯，那天晚上一刮，我在屋里听，哇，都吹了哨。哎呦，哎呀，咣当咣当，我听什么响啊？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看见怎么样？把我那院里那口井啊啊，给刮到墙外头去了。哎呀，我一想，这风得够多大呀、啊？得12级往上，可以了。咣当咣当咣当，于老师，听这个景啊！于老师，您说的可真是人话。怎么了？风再大，也不能把井刮到墙外头去。那怎么不能？我那井眼瞧着就刮到墙外头去了。您这是胡说八道！我说话你不信呐？不可能啊！你不信，你问他去啊。他知道，他亲眼瞧见了。燕云达，嗯，我可是看着你长大的。师傅，您说，师傅有个事情要向你请教一下。别，师傅，你说。风很大，嗯，咣当咣当的，院子里有一口井，愣拿这风刮到墙外头去了。这事儿，师傅啊，你疯了吧？你看看。哪有？怎么可能呢？风再大，把井，你干嘛？我行了，干嘛？废话，废话。风把这井刮墙外头去了，我说的。我风把这井刮墙外面，这话他说的。没有，有。你看有啊，您休息一会儿啊，咱们不说瞎话。少爷，来给我讲讲这事儿吧。啊，这事有啊，我瞧得真真的。太好了，俩眼我瞧得真真的啊。他在撒哈拉沙漠那里啊，有一个。不对，不对，不对。没去那么远，没去撒哈拉啊，没有。哪？甘肃，甘肃酒泉，酒泉，就是你大爷含笑酒泉。我死了是怎么？你住那儿也快了啊？火箭发射那里？太对了，呲一下子。我大爷住那是有原因的。为什么？烫头免费，呲嚓！你管我用什么？那打脖子上面就烫没了呀。烫头免费啊！哎，你说这个井怎么刮到墙外面去的，对不对？为什么？哎，那大宅子可大呀，这是一个楼房啊，哎，特别的高。你们家楼房这样啊？你说这呀，烟囱这是？哎，地上五层，哎哎，地下18层，地狱啊！住烟囱里了，住阎王殿里边。这是一宅子，然后呢，院墙护着。哎，旁边有一口井，嗯，哎，这井怎么刮到墙外面去的呢？怎么回事啊？为什么刮到墙外面去了？解释一下、啊。哎，这里面有科学道理。就听你说呢。各位，我不说你们不明白。多新鲜！
他怎么刮出去的呢？对呀，你是刮出去，风大，风大，各位一级两级肯定不行，三级四级够吗？是啊，五级六级可以吗？嗯，哎，至少九级、十级、十一级、十二级，哎，这风大，唰，这里停，对，刮到墙外面去，风大呀，嗯，风大，风太大了，对，闪了你的舌头啊，那可信吗？再大的风也不能刮成那样啊。风大，为什么井能刮出去呢？因为有墙挡着，对不对？对呀、啊。哎，它有一个狗洞，从狗洞里嘟刮出去的。你瞧他这相声词用的哈、哎，说相声的吗？狗洞嘟出去了，又嘚儿出去了啊！你往哪儿出啊？啊，不像人话，慢说嘚儿就嘟也不行。对，风大它也刮不出去是吧？对呀、啊。哎，因为它是静井啊。是的，它是静井，静止的井啊。嗯。因为井没有长脚啊。嗯。因为长脚，它能自己走出去啊。你有点单纯了。嗯。它是静井啊，这个，但是它井小，井小，各位。多小啊？哎，就直径有差不多五厘米。这是撒尿的坑啊。井小吗？你在院里呲出一坑来。小井吗？啊，小井啊，这小啊，唰就刮出去了。井小，小井。那可是你大爷喝水的地方啊！不是刚还撒尿呢吗？怎么现在我喝水了？就是喝完之后再给尿满了。没听说过，来回叨叨。什么叫很深的井？别废话，正经八百的井怎么刮出去的？正经八百的井啊，你可是知道的。啊、井，你看井台上面啊，就露这么一块，差不多这么高，那是大井，对不对？底下还有了。啊底下还有井壁了，对不对？在地底下它是井啊，立的上面这就是个烟囱啊。你到底是喝水还是点炉子用的？井这不立起来干嘛呀？哎，它这个井怎么刮出去的呢？对呀，龙卷风。哎，龙卷风，你想它底下有，上面也有啊，刮刮它刮不动啊，因为地底有东西挡着，它根本过不去。龙卷风螺旋式上升，给拔出来，刮出去的。你以为这开红酒呢是怎么着？严云达，要不先吃药吧，好吗？吃完药咱们再接着说。这像人话吗？这龙卷风也不行是吧？这个不承认，本家都不承认啊！啊，龙卷风不行，你这个井是没有问题了，对不对？啊哎，井没有问题，他怎么出去呢？对呀、啊，出去。哎呀，出不去呀、啊！对，他这井，哎，吓我一跳！你这，咱别一惊一乍的。到了，知道。谦儿大爷他们家原生态啊、哦、不是实体的墙啊，它是篱笆墙啊。篱笆大伙都知道吧，有这么一首歌吗？叫篱笆女人和他。对，没有啊。你是狗啊？哎，你明白，别瞎说。篱笆女人和狗，篱笆是拿什么做的呢？玉米棒啊。哎，玉米棒，那是木头的，就是植物草本的那个东西。哎，这个东西是怎么弄的大伙不知道吗？左门一下右门一下，左门一下右门一下，回来，你让他走吧。废话，跑了是怎么？再有两步就到酒泉了啊！没事，我这还没说完呢，这事儿还没说完呢。这个一叉一叉的，这我们见过。哎，是一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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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篱笆圈。哎，他那挖坑啊，挖坑把这里放里面，放里面、啊、你说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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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全部采石了啊！采石了之后，年深日久啊，有两三年，哎，风吹雨淋呢，它底下就糟蹋了啊。你这说着说着改上了，糟了！你风稍微大一点，咵、啊、就把篱笆墙啊刮到旁边去了。它刮旁边去，正好把这井闪出来，啊、就跟井刮到墙外边是一个道理的呀！呵，好家伙，可累死我了！哎呦，累死你干嘛呀？哦，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什么了？风太大。嗯，您这别墅啊是拿篱笆圈圈上的啊。啊，这篱笆进来了，把井让出去了，是这么回事吗？行，理解力不错啊。好，哎，行啊，有点意思。是啊，哎，要没有你这思路，解不开这扣。我这累疯了，这个啊，我这个这个这个穿着，这个穿半年，你还活得到半年吗？哪儿啊？就穿半年、啊？那穿多少年、啊？就说这么两句话，就穿半年、啊。那穿多少年、啊？四个月。一个礼拜。那个四个月半。俩礼拜。那个半个月。行，就这么定了。半个月多一天呢，还。他
他拜我为师是学动画的。啊穿着孩子嘛，是是是，这是这这就行，是是是，对嘛，你就不要老抬杠，是这么回事。哎，这个你看，我平常跟要跟人说话，人家不明白。平常您这样说话有朋友吗？所以说他们老跟我抬杠嘛，嗯、抬杠就一说说于谦说话云山雾罩，实际上是他没明白。有道理，咱说话有深度，啊、太有深度了。我说话好超劲儿、啊，您超劲儿，他快放炮了啊。是，你说这个，那你跟抬杠有什么意思？有道理啊，对吧？你说咱们，就愿意就干喜欢的事儿，咱不跟人抬杠，是是，对吗？咱这心态也好，嗯，哎，该自己上出去玩去就出去玩去，去呗，哎，该自己在家喝点茶，交交朋友，喝点酒，那都是自己愿意干的，嗯嗯，对吗？我这人喜好又多，爱好又广，玩心大，那错不了啊，想干点什么干点什么呗。对，这夏天，现在夏天，再过俩月。再过俩月秋虫该下来了，可不吗？哎，你像我就喜欢动物啊，喜欢昆虫啊，这小植物我都喜欢，有爱心。再过俩月我就该出去了，又出去了。上哪儿去？山东啊。哦，宁津啊。宁津地区出蟋蟀，我逮蛐蛐去啊。真行，嘿，你这年年走一趟。好好好好好。那年去年就是去年，哎，去年我刚从山东逮蛐蛐回来，哎，回到家里啊，哎呦，也是累得不行啊。那可不呗，半夜里的回来的，刚睡着觉，嗯，哎，我就听我这门口这床根底下这儿啊，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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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蛐蛐啊，蛐蛐叫，家门口也有。那是啊，我那是个马场，嗯嗯，哎，我那床根底下蛐蛐叫，我一出去，呵，看见了，我这蛐蛐啊，全是，啊，呵，满室也都是啊，嘟嘟嘟，我一下。没在门口，我在哪儿呢？在胡同外头。胡同外头，哎，我就追到胡同外头，就嘟嘟嘟嘟嘟嘟，没在胡同外头，在哪儿？在北京火车站呢。嘿，追到火车站去，到火车站去，嘟嘟嘟，没在火车站啊，在哪儿呢？在唐山呢，好几百里地。那是，我一听这个小不了啊，跑得快呀， 啊，追出去。追到唐山有个叫小山儿这么一地方，老地名了。哎，你看小山儿啊，嚯，我就在这儿挖吧啊，拿着镐，拿着签子，哎哎呀，挖呀，挖了一大洞。我一看这蛐蛐可了不得，怎么样？这蛐蛐啊，这脑袋，哎，就有这剧场这么大个儿。嚯，哎呦，这俩大眼睛跟探照灯似的，好家伙！须子，哎，十三列火车这么长，于老师不要再说电线杆子，可以，这天不早了，你别瞎说八道了。不是我这蛐蛐，我这胡说八道，怎么也不可能的事情？怎么不可能啊？这么大信没有？你问他去，我问他去。对，云达，你给我过来吧。啊，等你半天了。有人在家里听这蛐蛐叫啊，又打家里出来，顺着家门口就挖到了这个唐山小山。胡说八道，这脑袋又跟这个屋这么大哟，异想天开。俩眼睛像探照灯一样啊，那就是放屁。就这俩大须子呀，不可能。哎，这他说的呀，谁说的？谁说的也没有。怎么呢？马褂我给你了，还你吧。